OK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自拍一下吧。所以这根自拍棒非常非常的长，所以应该 OK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自拍一下。那这一根自拍棒非常非常的长，可以来拍到很多很酷的视角，像是非常高的视角，或者是超级低的视角，都可以轻松解决。这真的超酷诶，拍起来超多变化，而且超。那我们就直接来自拍一下吧。那这一根自拍棒非常非常的长，可以有超多不同的。OK，那我们就直接来自拍一下吧。那这一根自拍棒呢，非常非常的长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快碰到天花板了。那像是这样很长的自拍棒，就可以轻松做一些非常特别的视角，像是很高的视角，或是超级无敌低的视角，都可以轻松解决。那我们也可以轻松来拍摄你想要拍摄的事物，像是，哎，你看我的相机，耶，你看，太有趣吧？这也算是我